小伙伴们豆腐都吃过，但是在这个炒不回里面烧出来的豆腐你们吃过没？没吃过的小伙伴先点赞继续往下看，我们先把这豆腐切一半熟。回烧的差不多了，豆腐给它下一半熟。这个豆腐这个硬邦硬邦的，弄起来给它洗一半熟。这东西才烧得黑哦，放下去瞬间都变成碳素白水了，好生洗哈，好生洗哈。起锅烧油，葱姜蒜来一半熟，火锅底料来一半熟，山椒、青花椒来一半熟。这一锅根本罩不住，干辣椒、小米椒来一半熟。这个汤闻到味道八十板，豆腐干来一半熟，一斤多一个的耗儿鱼干下三条，煮一半熟。哇，今天吃到爽。很多老铁问我吃这么好哪里来的钱，我跟大家强烈推荐最近网上很火的找靓机，他们家回收旧手机的价格是真的高，我一台旧手机现在还能卖到1900多，还有人免费上门来收，我家都没租就把手机卖了，感觉真的薅了一波羊毛。这个耗鱼感觉一条就能吃饱了，在这一分钟我必须吃它一半熟。麻辣鲜香，弄个豆腐先扔着，紧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味道相当不错，关于这道菜我做一个技术总结，这个配方是我自己的配方，如果不能吃麻不能吃辣的小伙伴千万不要学着整，哎真的有点罩不住。